有人说，16岁喜欢的那个人会影响你一辈子。有人说，16岁喜欢的那个人会影响你一辈子。有人说，16岁喜欢的那个人会影响你一辈子。距离我们相遇还有五秒钟。距离我们相遇还有五秒钟。距离我们相遇还有五秒钟。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排名第一的都南高中。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排名第一的都南高中。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排名第一的都南高中。请今年入学成绩最高的同学作为新生代表。请今年入学成绩最高的同学作为新生代表。请今年入学成绩最高的同学作为新生代表。让我们掌声欢迎他。让我们掌声欢迎他。让我们掌声欢迎他。他真的好帅呀。他真的好帅呀。他真的好帅呀。校长、老师、各位嘉宾和同学们。校长、老师、各位嘉宾和同学们。校长、老师、各位嘉宾和同学们。我是都南高中今年的新生代表。我是都南高中今年的新生代表。我是都南高中今年的新生代表。那一年，我遇上了喜欢一辈子的人。那一年，我遇上了喜欢一辈子的人。那一年，我遇上了喜欢一辈子的人。他是都南高中成绩最好的男神。他是都南高中成绩最好的男神。他是都南高中成绩最好的男神。像植树这种推动文明改变世界的天才。像植树这种推动文明改变世界的天才。像植树这种推动文明改变世界的天才。浪费一秒钟都是人类的损失。浪费一秒钟都是人类的损失。浪费一秒钟都是人类的损失。学校按照智商把学生分成 A 到 F 六个班级。学校按照智商把学生分成 A 到 F 六个班级。学校按照智商把学生分成 A 到 F 六个班级。天才，你打破了记录。天才，你打破了记录。天才，你打破了记录。A 班人生背负的责任和我们 F 班完全不同。A 班人生背负的责任和我们 F 班完全不同。A 班人生背负的责任和我们 F 班完全不同。但我非常热爱我的校园生活。但我非常热爱我的校园生活。但我非常热爱我的校园生活。湘琴，你要去哪儿？湘琴，你要去哪儿？湘琴，你要去哪儿？男神下凡了。男神下凡了。男神下凡了。同学，借过一下。
同学借过一下。同学借过一下。像植树这种等级的学霸男神。像植树这种等级的学霸男神。像植树这种等级的学霸男神。平时真的很难见他一面。平时真的很难见他一面。平时真的很难见他一面。学校对 A 班采取所有可能的保护措施。学校对 A 班采取所有可能的保护措施。学校对 A 班采取所有可能的保护措施。只为防止他们受到学习之外的干扰。只为防止他们受到学习之外的干扰。只为防止他们受到学习之外的干扰。作为笨蛋，就连偷偷靠近天才都是一种奢求。作为笨蛋，就连偷偷靠近天才都是一种奢求。作为笨蛋，就连偷偷靠近天才都是一种奢求。每一次，我都只是看到他消失的背影。每一次，我都只是看到他消失的背影。每一次，我都只是看到他消失的背影。我只能像一个透明人一样，远远地看着他。我只能像一个透明人一样，远远地看着他。我只能像一个透明人一样，远远地看着他。这个寒假，我在美国参加一项长泳活动。这个寒假，我在美国参加一项长泳活动。这个寒假，我在美国参加一项长泳活动。一位患有骨癌的小女孩完成了最后的挑战。一位患有骨癌的小女孩完成了最后的挑战。一位患有骨癌的小女孩完成了最后的挑战。八岁的小女孩希望在被劫之前。八岁的小女孩希望在被劫之前。八岁的小女孩希望在被劫之前。能记住最后自由的感觉。能记住最后自由的感觉。能记住最后自由的感觉。在那之前，每一个人都说他会有生命危险。在那之前，每一个人都说他会有生命危险。在那之前，每一个人都说他会有生命危险。他不可能完成挑战。他不可能完成挑战。他不可能完成挑战。但他证明他们都错了。但他证明他们都错了。但他证明他们都错了。所有你觉得不可能的事情。所有你觉得不可能的事情。所有你觉得不可能的事情。都只是还在等待被人完成的那一天。都只是还在等待被人完成的那一天。都只是还在等待被人完成的那一天。只要有信念，坚持到底。只要有信念，坚持到底。只要有信念，坚持到底。总有一天一定会成功的。总有一天一定会成功的。
总有一天一定会成功的。江直树同学真的是很好的榜样。江直树同学真的是很好的榜样。江直树同学真的是很好的榜样。还有什么是直树你不会的呢？还有什么是直树你不会的呢？还有什么是直树你不会的呢？不会娶你呀。不会娶你呀。不会娶你呀。放弃吧，袁湘琴。放弃吧，袁湘琴。放弃吧，袁湘琴。像江直树那种脑袋正常运作的男人，像江直树那种脑袋正常运作的男人，像江直树那种脑袋正常运作的男人，有什么理由不看上校花而看上你呢？有什么理由不看上校花而看上你呢？有什么理由不看上校花而看上你呢？你们不是一直都支持我的吗？你们不是一直都支持我的吗？你们不是一直都支持我的吗？是支持你谈恋爱，但不支持你做梦啊。是支持你谈恋爱，但不支持你做梦啊。是支持你谈恋爱，但不支持你做梦啊。三年了，都快毕业了，放弃吧。三年了，都快毕业了，放弃吧。三年了，都快毕业了，放弃吧。阿金，谢谢你，总是给我们做好吃的便当。阿金，谢谢你，总是给我们做好吃的便当。阿金，谢谢你，总是给我们做好吃的便当。没有了，这不过是一些家常菜啊。没有了，这不过是一些家常菜啊。没有了，这不过是一些家常菜啊。也不是特别为谁做的。也不是特别为谁做的。也不是特别为谁做的。那我们呢？那我们呢？那我们呢？你们吃茶叶蛋。你们吃茶叶蛋。你们吃茶叶蛋。湘琴，刚刚他说的话你不要听。湘琴，刚刚他说的话你不要听。湘琴，刚刚他说的话你不要听。在我心里，你比任何女生都优秀。在我心里，你比任何女生都优秀。在我心里，你比任何女生都优秀。你勇敢、善良、不挑食，饭量又大。你勇敢、善良、不挑食，饭量又大。你勇敢、善良、不挑食，饭量又大。你真的很好啊，你知道吗？你真的很好啊，你知道吗？你真的很好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不喜欢你这样的女孩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不喜欢你这样的女孩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不喜欢你这样的女孩。
快毕业了，是不是应该把握剩下的时间？快毕业了，是不是应该把握剩下的时间？快毕业了，是不是应该把握剩下的时间？鼓起勇气，采取行动。鼓起勇气，采取行动。鼓起勇气，采取行动。因为如果再不告白的话，就没机会了。因为如果再不告白的话，就没机会了。因为如果再不告白的话，就没机会了。你说的没错，我要跟植树告白。你说的没错，我要跟植树告白。你说的没错，我要跟植树告白。我要在毕业前让植树知道我的心意。我要在毕业前让植树知道我的心意。我要在毕业前让植树知道我的心意。学校演习断电，指纹辨识系统就会失效。学校演习断电，指纹辨识系统就会失效。学校演习断电，指纹辨识系统就会失效。A 班跟 F 班有十分钟的时间可以相通。A 班跟 F 班有十分钟的时间可以相通。A 班跟 F 班有十分钟的时间可以相通。湘琴加油，一年就这么一次机会。湘琴加油，一年就这么一次机会。湘琴加油，一年就这么一次机会。早点告白，早点死心。早点告白，早点死心。早点告白，早点死心。我希望这扇门能带我闯入植树的心门。我希望这扇门能带我闯入植树的心门。我希望这扇门能带我闯入植树的心门。江植树，我是三年级 F 班的袁湘琴。江植树，我是三年级 F 班的袁湘琴。江植树，我是三年级 F 班的袁湘琴。我喜欢你，你愿意收下我这份心意吗？我喜欢你，你愿意收下我这份心意吗？我喜欢你，你愿意收下我这份心意吗？你觉得有可能吗？你觉得有可能吗？你觉得有可能吗？我不会放弃的。我不会放弃的。我不会放弃的。你说过，只要坚持到底，梦想就会成真。你说过，只要坚持到底，梦想就会成真。你说过，只要坚持到底，梦想就会成真。就像那个波士顿小女孩一样。就像那个波士顿小女孩一样。就像那个波士顿小女孩一样。笨蛋，这么扯的事也只有你这种人会相信。笨蛋，这么扯的事也只有你这种人会相信。笨蛋，这么扯的事也只有你这种人会相信。告诉你，你永远不可能成功。告诉你，你永远不可能成功。告诉你，你永远不可能成功。因为我讨厌没有脑筋的女孩。
因为我讨厌没有脑筋的女孩。因为我讨厌没有脑筋的女孩。